大家好，我是小车阿忠。今日呢，再去我哩开心农场哩做我的竹笋整理，整理这个叫做把遐旧竹甲锯掉吼，啊，让迄个新竹吼会使展开啦，伊个叶啊怎啊展开？因为伊伤暗嘛，迄竹啊伤侪阳光不够，伊就无法度展开，较慢啦。啊，今日就甲锯去，把遐旧竹锯掉，啊，涂骹整。算讲涂骹野草甲敲敲，但是还袂开竹骹啦。我先记着，啊，过年后再来开竹骹。啊，我们即摆要来介绍是讲竹笋，咱先来讲种三年。好，咱来看卖一看我种竹笋的过程。好，这支竹吼是顶年种的嘛？这算近哦，顶年种的，就是已经有发一枝啊，发一枝。啊，这才细枝，你看，这它跟种它变大枝呢。第一年发的发一枝，才细枝啊，这个很小哦。啊，算讲今年啦，今年佫发出来，可能这枝三星完成，伊佫发两枝出来，啊，佫一年过一年才发多。伊发两枝袂使乌掉，就是讲袂使卡顿来吃，一定去要互茁壮，啊茁壮伊才着第三年才阁发竹笋，啊就开始会使每年卡竹笋。啊来看我这第三年的来，这我今日整理的无？我拄则整理下卡这，哦啊我即摆咧整理顶头这，这个已经第三年的，对吧？这就第一年发出来，啊，第二年吼，这个拢发出来，啊，今年佫发出来，这就无得休啊，你看，是啊，有这个得壳的迄款，迄就是新，这支今年的新得，啊，这支嘛今年的新得，啊，这哦，这今年就开始发竹笋了。另外，这二四五，因为这新哦，本来这哎个，你那正常哦，袂使留遮侪枝啦，嗯。啊，因为这都刚刚开第一次开始哦，袂使甲规乌掉去，来保留。啊，咱明年就甲它会展开，展开啊，就比较不要这么挤在一起啦，因为挤在一起吼，竹笋伊发的时阵无空间嘛，对。这就是第三年，等于。第三年，第四等于规个讲来第四年了啦，开始要乌竹笋，这嘛是就要整理，因为这落来较少枝，这三枝，另外这草啊，发芽安尼哩个，这嘛我拄三年前拄种只三铺嘛，有三铺，一铺、两铺、三铺。啊！伊种对吧？这野草都覆盖哩。好，今仔我着讲这个种竹笋。好，谢谢。今仔讲到这。